没变，就是速度变了。我这个是调到1500的速度，刚刚拆第一个的话是调到5000的速度。看看，零七在我们标的。它自带的吗？对，自带的，它是自带的。它每一款的型号的话，这些其实都不用调。就是速度这一行，速度，然后功率这个，但是功率这一块建议不要动它。每个型号我们功率都是工程师全部调好，就是速度这一块你自己可以控制。如果手伸进去会不会伤手啊？不伤手。这种不伤手，就是有一种伤手，那紫外的来就伤手。喂，紫外的，这个是光纤的，光束是光纤的，紫外的光束就会伤手。激光就不会伤手。我们这边没有光的，可以帮你打好木箱。你要换拿新的给你。全包的，打好木箱，然后给你发德邦，我这边有德邦的会员。这里发德邦的话可以打7折，也就是说到你那边，到湖北武汉的话，那边的话也就差不多不超过150，大概也就100块钱左右。打7折的话，可能在90到100，就是这个价格。现在好了，怎么拆这个？拿刀片啊。看没有？把冰敲烂了。就撬一个口啊，就撬一个口就可以了。把它包围一下，是不是？可以拆是吧？这没什么贵，没什么贵啊。卡那个回大了，操！你们先看一下这个，你白这个看一下。稍等一下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嗯。这个就会比较多了。反正你这个打第二遍，你都是要出胶的。要胶。